我听程俊说，你现在还不考虑结婚的事，有可能因为结婚对我所造成的伤害还没痊愈。对不起，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程俊等太久。有组一团身障人士的管弦乐团，可是啊，资金方面很棘手，我们又没什么钱，我跟车淑倩就只能出脑力还有劳力。你们公司能不能帮帮那些孩子？夏振亨。美丽的你，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全新2小时。